苗栗系九安的一个故乡哦。日本书的历史，苗栗旅游做太阳光的技术，又到苗栗的奈国文，小来公安扛也够远，是好拿来做九安的，九个唔会非法散黑。清河的时节，古麦丘九上的九安的，如系对苗栗来嘅。铜锣乡有一间生产太阳光的油厂，叫古麦丘的订单接近27年，一直到2年前，奈唔好太流进口的，难怪做10年酒厂也算就算次要炸来使用的。除了生产使用的阳光以外，也悄悄转型做文创。才能肥奶，再过一件一件吞奶接登上，老师傅就会做出一只太阳光。伊无伊滴个卡破，伊卡破啦，安尼。我提保持都。平均安尼嘿。阳光爱做一盆呢，仲可以记住老师傅起心从46年的经验吞熟的感觉。我够用力的吼。哎呦，要无用力做唔得，要用力太力呢。制作过程中，老师傅拿嫩草，并嫩暗光作业尺寸，而每只暗光就平台平台，虽然是用手工作为，不过唔输本机器作为按源。木尺寸打一只胎一只色。过后还要铺5到700来比实贴。老师傅顺利暗光的初步鉴定，做出太暗光黑位顺利，也得尽快如何慢工出油板，实实在在的功夫。一个师傅一日均可做得到两个暗光的初步。哦，那底层哦，这一段呢，哈、哦，只要底片底在这上面哈、哦，哦，第二段，第二早晨我做这个，还要做一个短，还要做个短，第三段才可以完成。要给它干，干的时候打花纹，花纹打起来就完成了。哎，不是一下做起来呢，不容易，不是一下做。做传统暗光无暗改，老师傅做好的初步龙爪的，还爱上油，又爱晒个比龙爪，唔但只光改多，还好使又好力。像普通泰式暗光，需要两个人工站光的上台的，后边到角度少30人的点钟。一开始试验搞到较多，一上一下吼，都受到救生啦。一件体苗的铜锣的油厂，系国内少数生产做旧的太阳光的油厂。一条太阳光面积高145公分，暗光水90公分暗法，做得到500公升，系一般暗光的10倍太，要做真唔简单。像安泰嘅安尼，就安尼抢唔定做会出来啊？系啊，现在也台湾做也是去做啊。我也本太了个进口做落去哈，一两年来也本太了个进口来，我就都无做个。一间有50年历史的油厂，接广麦桥个订单接近27年。今年酒厂用前酒厂个暗光都系也做个，不过一两年变唔让太量业再为平年货，唔到第一就推出来广麦桥市场。以前广麦桥装的是装绍兴酒是28公升。后来做的时候就做那个一公担啊，100公斤的是装那个13高粱的，后来又再做2.5公担啊，装高粱酒啊，后来就做那个这个5公担的800斤的哈、啊，就是装那个13高粱，它要从那个可以装3年、6年、9年、12年，12年就顶级的吧，把它储好了再封到小瓮里面，再贩售到市面上。
社会共买曲的天单要从嘅暗讲，买本私人酒厂也系做次做头油的业绩来用，部分很尊严，天天嚟行向文创美好的路线。经过我都往啊呢文创方面去做，然后做当到啊就陶板，佮做到将个暗讲也着要拿镂空做啊呢装饰也着呢。昌邑的铁塔嘅暗讲就系建设公司来填所谓，外边都填烟来困墙，来增加太同步嘅派头。本来做工买去安泰嘛，吼也无接到天台以后啊，我就想讲将伊做起吼，安尼个呢，像个谷仓啊、稻啊吼，拿来做青苔的，算台湾青苔的吼，啊，本一些豪宅的啊，做景观设计安尼部分啦，无啊稻就可能说现在也较唔好做个啦，嘿，安尼就行往文创方面去做安尼。像南湖大不好做，做嘛个唔好做呢？嘿啊，吉他嘛，吉安尼吼，吉安尼速力较危险，过烧的时候也是有啊。那么大怎么烧？你讲，你看看，一台车子放一个而已，两台只有两个而已啊。哎呀，所以价钱没有高一点哦，怎么卖啊？油厂主要的师傅齐行聪已经七十六岁了，将来的功夫一等赞，前为做太阳工。一下做地工，前无后生的有安尼的出挑，每次知道也向传统功法团输艺，强强求稳无黑的。辛苦了，整天在出力，没有辛苦。哎呀，辛苦的，痛苦的。哎呀，你看做个满身大汗，没有办法。那个年轻人看到哦，那么大，他都吓死哟，他还做。也都剃都，因为啊，虫那些咩，抢不动人工。过也师傅，但是都人老的啊，后生人较冇好，都过下去都较辛苦。像我头摆做下件，还没有的有十个件，也都存了两三件的天天的。因为啊呢，那树叶嘿，我学动就当学话，普通后生的冇安耐心去学。传统的产业吼，其实我着当上去老二再个传下去吼。哎，我老阿先生啊，主要就讲，一下咧东西因学到来吼，下边慢慢来传下去，唔要讲因所有的东西做太容易来吼。应该迄个因本土的东西有台湾的感情啦吼，因就讲我们的东西、祖宗的东西才能留下来安尼啦。叔叔的油太板老师的太阳光蹲在油葱头前色彩正中观，虽然苗栗已经没有旧往故乡的好光景，老师傅的传统工艺吞油葱暗讽的人文故事，还是过想念过感动人。